帅哥呀，原来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呀，走吧，跟我回家吧。姐，怎么了？咱家就剩这一个桌子了。不是你没事，你找个对象不行吗？找啥对象呀？不找，不找。哎呀，不是姐啊，你看看，14年前你给我来了一脚，我到现在我拐杖还没放下。啊，没事，你找个对象，给我找个姐夫，你霍霍别人行不行？你就没有心动的男生？心动的男生没有。你没有想恋爱的感觉吗？就是说白了，有没有摸过男生的脸？摸过男人的脸？男人的脸？美女。有摸过，那拉过男人的手没有？男人的手。哎，美女，断了！有，也有。那搂过男人的腰没？腰啊！你就答应我吧，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妈！别！我能照顾啊！啊，你快去啊！没事啊！帅哥呀，原来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呀！走吧，跟我回家吧。我不想做你真命天子。走。